喝面，你这是喝面，我发现了，这是喝面，不是吃面，是喝面。为什么？看他吃的东西那么秀气，我都不好意思下嘴了，我怕吓到他。我还秀气啊。辛苦一下，得要加面了。咋样？我以为会很辣。哦，不是。就只有一个辣油的香味儿。对，这辣皮子也可以吃啊。味重两口。两口一盘混辣皮子凉面。我帮你要，老板，帮我加个面，两个，他绝对不够，我帮他加的。哎，这个辣皮子味它有一股甜甜的味道。嗯，酸甜的感觉。对，新疆辣皮子特色，安吉海辣皮。哦，小面，直接加给他。这边加一个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不要吗？不要，不要。再来一个。回头。来点汤吗？你来点，来点。哎，还能加点汤呢。哦，又一份儿哦，十块钱吃了两份儿，这十块钱一份儿，来，对，十块钱，好实惠啊！来，给你摆上五斤，好谢谢。再来一点吧，腰子，就把这个蘸的这个汁儿特别香。我看你这样小口小口的吃，我都不好意思张嘴了。以后我要多跟你吃饭，才能显出来我是一个秀气的美女。新疆的夏天是这样的。我看你冬天也没少吃。他们叫你凉皮公主是吧？对啊，现在是黄面公主。因为我特别爱吃凉皮炸串。主要是你们昌吉人，我也天天吃这个，太好吃了。加个面吧。不加不加。我觉得加面是对他的尊重，我觉得好吃才加呀。又开始给我上路了。嗯。你这是喝面，我发现了，这是喝面，不是吃面，是喝面。把这个馕坑肉蘸到这个辣皮子上面。对。你不会还要加面吧？我不用了，我够了。你说够了，我都不信。关键问题是这么多肉咋办？哦，就是，哎，加油吃肉。我要跟你带到一起，我一个月能胖10公斤。怎么可能？因为你吃饭太香了，我也想吃。你听见我的声音吗？你男的，你们看看，就按照胃容量饭量吃，这才是男人的饭量。太满足了。对。嗯。我感觉这个汤。好像挂了那个芡一样，熬过芡一样，嗯，特别顺滑。看你这么喜欢我们昌吉美食，我就放心了。我感觉来新疆太难了，走到哪都想买房子。前两天在喀什的时候，这两天在昌吉想买房子。对，没事，来我们
家吃，我不用买，我们家随便你吃。要不要开玩笑吧？哎呀，美女吃完饭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补个妆。昨天妹妹请我吃完辣子鸡，今天又请我吃了一顿黄面烤肉。不好吃，我都不高兴。那可以啊，宝女啊，今天可以呢，昨天也可以呢。好吃就好，让我哥满意，吃得饱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谢谢谢谢，这就是新疆人民的热情，太感谢了。到驻马店，我们烩面胡辣汤。没问题。OK， 那这期内容就是这样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